家好，今天是5月24号。诶，刚才天阴，现在开始天晴了。现在到大中华购物，好多人站队了。站队啊，哦，那就去另外一街吧。这边呢？对对对，那就去昌法了。排队我们不去，嗯。对，街上的人越来越多了，毕竟就是无论你怕与不怕，经济是要重启的了，生活要回到正常了。哦，这个锅很多人来买，这个锅，哦，这个流动卡是啊，手套还有没有卖的？手套5块钱手套，倒回来。我一几个人照顾这个档这么大，很大很大啊！这样子拍一下。他有一部吃，流动的杂货店。我也是第一次看到，平常在这里拍。看到第一次，稍微等我一下下啊！你一个人看店呐，这么厉害呀？一个人来不及啊，有点来不及。哦哦，这个多少？好吧，2块钱。这几钱一把？三块。厉害，就是。3块。能干。又不好看的这个店，这个人这么多在这里看，一个人真的很难看得过来的。特别热闹，街头很热闹。前面好像也有什么档，在前面也是。哇，今天反而上街头很热闹，因为昨天可能下雨，大家都没出来。现在来这里看看，这里呀，是一个街头的小贩。我记得我今年年初的时候在广西呀、广西的一个步行街，它就是他们那些当档子 A 流动的城管一来了，他们就要推着那个啊，城管来了，他们那个车就推着走，就很好玩的。就今年年初我还在广西去喝喜酒嘛，我的一个学生在广西结婚，他请我去，那我就去了。我是很爱热闹的，哪里有热闹，去广西喝喜酒，喝了喜酒就到广州办事情。嗯，这是昌发，老昌发。昌发它就是外面摆着食物，哇，很新鲜，越来越多了。花生，我其实很想买花生。荔枝12块，19块，有19块，有12块。先拍拍外面的水果，然后在里面看看。这水果是很诱人的。拍出来的效果也好。我是很喜欢听音乐的，哎，他听到唱歌我就想哼哼歌了。音乐很令人放松。那今天街上就可能
人特别多，可能就昨天下雨的关系，今天大家都出来了。特别的热闹。对，今年虽然还没有，就疫情之后就一直没出去过了。可是我今年有去过广西、广东、香港、洛杉矶、德州，哇，都去过这么多地方了，哎呀，还算不错了。就疫情之前二月底还去过一次德州，去了 Dallas。老仓花，这里是老仓花。只是竞猜，只是的。鸡蛋应该鸡蛋便宜，看这么多人在选鸡蛋。哦，两盒三块。山药，铁线山药。这个铁蛋，这个糯米糍，糯米粒子是几块钱？这个就没有糯米的。
好热闹啊！今天马拉松真的很热闹。